1976年7月24号发生在通化钢铁公司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是件非常大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大，是特别大的事情。当时呢，我正在美国探亲，我们国内的劳动局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文章，关注这个事儿。他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件事。当时呢，我也写了这个几篇文章。这个第一篇呢，就是这个是在这个也在我们无忧之乡网上发过，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这是去年发的，是使用的东方玉晓的这个评论发表的。发表以后呢，我们回国以后这耳朵就不灵了，因为忙着一个是研讨会，一个上课，一个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后来就是今年的7月23，就是24号那一天。我就把写好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就是第二篇的名字叫《通钢工人群众有罪吗》，和第三篇《通钢工人群众我认为没有罪》，那到底是有罪呀？第五篇谁是真正的罪犯？那么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独立的研究，我认为罪犯就是基因生发的人。我说你，当然最后我还说你是吧？你是否这样把这个罪犯确定你郭德伟呢？我有我的理由，是吧？这里给大家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发射进一个公司，这是多年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是吧？对法律问题，对具体案件的解释有两类，一类就是有权解释，就是国家这个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这个司法机关，也包括我们国家作为司法机关呢，一个是法院，一个是检察院。那么他们对案件、对法律的解释叫有权解释，他们解释的有效力，有法律的约束力。这个在法院的判决中是有沿用的，是适用的，这是叫有权解释。第二类呢，叫做学历解释。学生的学，道路的理，叫学历解释。那么今天我讲的就是学历解释。学历解释，第一，它不是有权解释。有人可能问，那不是有权解释，解释的话，法律约束力，你在这解释什么呀？你在这说什么呀？那么，学历解释虽然没有法律效力、法律约束力，不是有权解释，但是它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国家司法机关的判决。这就是说，既然没有权的事情，你什么要说？没有权就想能影响有权的。大家知道，这个可能7、8年以前的，沈阳一个六六案件，六六是黑社会的一个头。这个六六案件一上报以后啊，这个他的这个中级法院是判处死刑，到了辽宁市高级法院呢，他就不判处死刑了。那西关市呢，他是集团犯罪，集团犯罪呢，都是辽宁市他的特区一把手。那二把手他就死刑，已经执行了，一把手还不判处死刑，这是加国金
鸡块饭，对，鸡块饭，说的任何事情啊，后来在雨来上的早上，你激起了红饭，要出法律上讲的一个鸡块饭的，还有头子，就是手饭，他有贪婪，全部鸡块饭对的这个罪行。那么你的这二半后他不自己的一半给他还了，这不是天大的怪事吗？哎，这是天学师，我们的认定学术上报，一致反对，请官员比较最高认定法院来审判事情，审理就是提审这个大件，最后判处执行了。说这个法宣一些是宣中的，从理论上，从法律上，你的判断不是没有用的，问题是你的程度，你要去拿出事实来，有强的证据，事实和证据有提供一个逻辑，对吧？尤其是有证据有逻辑，那么那就是让全众都知道，你知道这点很少的机会，对吧？因为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一点的，他的最远一个口号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总是想现在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了，全中国的资产者联合起来了，他们有权有钱有势力有创作，哦，他们说是联合起来，但是当大的内部大众没有联合起来，为什么他不让你联合？你联合起来他就发财了。你想大家都是你最怕的是人民群众的联合，是共产阶级劳动人民团结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这个，比如这个贪污500万，他就是严重违纪来惩罚这些，对吧？那会想想，那么党政七年，为什么群众都群众呢？当然，群众有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但是呢，那个增加一阵子资本运动导入的，他说跳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了10年，确实形成有相当多的好感受，好吧？据说那时候也认为我去的时候70年了，对吧？外国打仗的武斗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一个小公社，一个县长，他的气势上扎在庄脖上，看到群众打起来了，他就扎在庄脖上说：“小县长不要打了，你们的不是东门大方向，东门完全是东门大方向。”这个，所以是这个很低级的、初级的一个上班干部，但他的觉悟比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还得高。他知道了，美国党的就是不是全州走全州的，是走资本主义走上上台的，对吧？他知道这个道，他说你们不能打，但我是对的，大方向你们不能不想打。所以共产阶级的联合是最重要的。这里不能不说，就是我们的革命在内部，那叫包容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特别突出的在他俩的面严重起来，代表个人主义到革命，那都是他都是别有的，不是他正事，所以这个我拿着话就今天我说的是宣一件事，对吧？我也不是法院，对吧？也不是检察院，对吧？但是我想简要的影响我们的司法机关啊。
里头呢，你大概说的，就是呢，我这里因为找不到一些资料，找了以后呢，我们有的拿着自己的很远的一些庄子给我，哎，这个我理解啊，但是我跟你说实话，确实我办不到。为什么呢？由于有潜力，河北省有一个案件是说杀人了，但是他没有上，而且杀的人说他没有上，从八十年代初期挂起来以后一直不服，在老百姓家家事上诉，他申诉，出狱以后一直家事上诉，就说不是他杀的人。最后，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当事人呢，他请了其中有三个律师，有一个律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当事特别属一个检察官，两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高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当律师。当然，我是一直把你一直把这个三个是国家司法最高司法机关的人给他当律师，最后弄到最高法院，怎么样？我们向天下可能给你平反了，报复不平反，叫他复判起诉，就最后他找到那个当事人，对吧？他就逮到你，是吧？你说我杀人，我什么时间？这个证据都有，对吧？那个当事人呢？什么话不说？啊，这回事啊！啊，这是最高国家司法机关。说老实话，我这法律学一学，在这是三年退休了，我一直对最高是很崇敬的，对吧？因为除了最高，我不能说别话，我有申诉啊。对吧？那你申诉，你在上面去，那不就完蛋了？那现在就这样。看来原来那种想法是错误的，最高也不错。对。别的最高法院也是由人类组成的。对。人不可能不犯错，问题是他犯的错他不赔的，还不回判。他有面子，他影响一大片，他把国家赔偿，他考虑的也很多，就是不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啊，我也在网上发表很多文章，对吧？所以说，诸位的冤枉冤屈，应该向司法通过权力机关司法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只要有道理。我认为有可能解决，但是我不打报销的，因为现在呢司法腐败也是腐败中的一个尤其构成腐败。好几年前说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腐败、积极性腐败，那就不是哪一个部门腐败，哪个部门不腐败了，对吧？你看教育部门这个大学应该是庆祝扬眉吧，有武汉大学的副校长、副书记发出来了，其他大学你早一大还能那些书法保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酒当官，感受我整个河北省的叫刘洪的，他以为这个通了山以后就变成医院，变成有四个护士，有四个老婆就整个他的尸体。那四个老婆的健康证他都是合法的。这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那最高人民法院还有老朋友，大家知道，哎呀，不法道路。这不是过节现象。
是气息性的系统性的人士。海牙州，到海牙州，这个在一家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科院办的高级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我看我们北京大学黄教授黄先生，他今年是89岁了，他一家躺在一个房产，一个仓库，他看到变成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唯物主义，他们转换的时候，他讲到，在中央和党和政府的完全中是想变成唯物主义的，在学校的教科书上是变成唯物的，但是在报刊、报章、杂志上，在学生讨论中，似乎是多数是质疑的，是不太变成唯物主义的。这问题就有严重了，因为黄教授是这个是西南联大的，是物理系，考上贵教授哲学，下到物理系，然后哲学系，这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的可以说是带头人。他这个判断，以前我还没听说过，是吧？说多似乎是多数人不相信变成唯物主义，搞什么？世间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他们喜欢搞世间唯物主义，是吧？就是说这个说的意思呢，有了感，有了原始，有深度，有通过正确所取的，就是说这个胡建国张同志呢，找人一个法。这原来是大家排到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这个去搞那个节日说法，或者是暴露，因为太多了，去的人太多了，排不上队，排不上队。据说呢，会采取措施的，是吧？这个因为现在的各个地方就是维护环境，是吧？我看教育部还有市政司还有一个卫生处。维护环境处，不光是国家处，还有维护环境处，有国家部、南山部，还来到卫生处，是吧？这个说的这个社会不满的人有很多，就是目的就是阶级斗争激烈，谁会宣布太表面了，那么那就不公平，是吧？我相信我们听讲座的这个年龄大也好，年龄并不大也好，我们一般我们不要采取过激的违背法律的这种措施，那么有人想说现在的法律是那意思是形式量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法律是资本主义，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法律虽然有一些漏洞，总体来说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院上不执行的，是不？你想当公好当不了公好吗？它不执行的，本意上不守法，它违法，不是法律不好，法律制定的好，本意很少，有本意有本意，本意很少，它不执行，这是法院问题，这个在正式降临前呢，我想由这个今天这个花呢给大家说一下的是，一个是列宁的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他的这篇呢就说这个这篇文章不很长的，如果有时间大家读一下，是列宁全集的第42卷有的仔细注意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个他这里面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讲得很好，而且他特别谈到呢，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部最小的、最深度、最完满的这个阶级中，他也谈到。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于内容，说这个有个法律登记制，这个宗教礼仪妇女地位的问题，是吧？但是这样的内容在150年和200年以前，这一革命的下线领袖们曾小声的宣告，是吧？说要是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这才是特权，排除妇女的无形的地位，排除国家对这些这个。他们国家对这社会那种宗教的种种优待，还有民族权利不等等，使得呀，大人兑现是资产阶级这个他的领袖们资产阶级是吧？使得他们兑现是吧？你说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你当他的东西实现了很多，但是他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呢？为什么没兑现？他说：“人家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自由制。不是说不兑现，他尊重自由制啊，神圣的自由制啊。我们在52法起草的时候，不修宪，对吧？在1954年修宪以前，有的人主张自由财产还是不可侵犯，说这个你国家财产是不可侵犯，那自由财产也是不可侵犯，都神圣。”后来呢，他们的主张也没采用，他是原来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全是国侵犯，他是毛主席的下发中，对吧？因为他的这个宣传不对下就是，说在我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倍加苛酷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自由制的苛酷的尊重，也就讲是说。在我们社会革命不存在对于科目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自由权的科目的尊重，因为尊重啊是非常科目，我们现在呀可以说最近20年多来对自由权的科目的尊重达到了阴风暂居的地步，对，为什么这样的？前几天我看小报，后来在网上看到的是哪一个省一个报社的记者揭露某一个公司这个愿意这些呢有这个指挥中的产生是这样的下线，当地的共产计划就发出了通缉令，通缉谁呀？通缉的记者，这个报社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你就行，我说我们的公安机关是做人民的忠诚为生的，他是做不法资本家的他们的恶主，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他没有人家的事，而说
就是1922年列宁制霍尔顿基督教寺的司法人员李元山弟子信中查掉，是吧？这司法人员李元后啊，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突然重要，也是他的这方面软弱不能和行政不正更加令人愤慨。下面他们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或今后也有承认的，这是国家的来主义。再来说一下这个10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以后俄国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险地，实际上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向俄上场，因为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脱离经济理念，为了恢复经济开始他实行运动收取制，就是国家公民你应该收取收费，后来呢实行粮食战胜制，就是这个通过税收来讲，再有呢他当时也就说我们就没有共产阶级了，为什么党也没有了，所谓的要培养共产阶级必须恢复资本主义，为了培养共产阶级恢复资本主义，但是人家我们说的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吧？所以人家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吧？看是非常严的，你看后边啊。
理论的发明和革命发明解释且是优秀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加工。现在说话是公家发明加工，但是有名无实是现实，这个优秀是他们真正能够最为多整权的真正地位下面城市。说如果不下面城市的司法人民联络就是通过回家，你看这里讲的一如果不成事，那也就是通过回家。还有也会拉有些经济政策的下面城市，甚至下面他就把我这个大爷给记住。当时他们是指的是22年的典型的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加倍严格的要求你做好事。这是有风险，你做生意发财可以的，做，但是加倍严格要求你做老实人，传统真实正确的表达。你看，不仅要在人地的我们共产主义发育的条件，而且要在人地的他的精神，不能一字一号违背我们的法律。就应当是司法人员联合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基本跟着对照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这20年的情况，和列宁在1922年的新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的法治，遵从法治，对那些客人产生资产阶级的这种要求。我们是保护的是老实人吗？我看人家都抓起很多人，可是雇凶杀人，是吧？被这个北京政法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就拿报警的，是吧？不是，东北的那个，然后政法大学大家都知道，是吧？政法大学毕业的雇凶杀人。后来也是保护，自打以后呢，他没有一定的财力，他不会顾不起凶手了，知道吧？雇凶杀人，啊，这个可以这样，不晓得相当多的保护，他不是老实人，老实人保护不起来的，啊，所以保护的不是城市劳动，但是啊。13大代会有两句话叫城市劳动合法经营，一个劳动要城市，一个要经营要合法，是吧？实际上这句话正好是相反，啊，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作弊呀，考试作弊呀，那旧社会没有照片，咱们还上中学没有听说过作弊，也没想过作弊，啊，下面方法是集体作弊，下面方法是钻空子，啊，作弊你知道是老实人吗？啊，就是河北地方的一个河北省是山西河北省地方的有干部，学历是假的。不能用一字一号
这个大玉楼呢，应该说这个还说明白是吧？下边呢，我就专门就这个首钢世家的这个，因为这大家人都在网上，我把主要的意思给大家说一下，是吧？一个是呢，去年发表的为推广工人阶级实践提倡阶级搏斗，可以说，不谈阶级这个概念，会谈这个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消灭阶级。那要不进阶级，那是不是阶级消灭了呢？说阶级消灭了，我们下去共产主义了，那是极左，是真正极左，是唐门极左。凡是不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的是抓住是是极左。但是这些年来，既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通常这个当时的这个甲午集团第一次宣布，当时工人是锣鼓喧天，放鞭炮庆祝的。结果呢，看到生意好了，就解封。以前第一次的时候，不是没人，上方不是没人答应，就是不听，就是不解决。第二次，罢工协会、职工代表大会都马上上去介入啊，因为这个通道是五八年建立起来的，是吧？这个国家已经相当不错的一个厂子，就是通过两步进第一步建筑一下效率也是不错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吧？群众不答应的，因为他建筑第一次建筑以后就几万人下岗啊，第二次建筑那么这个派去的这个总经理啊，小开国先生是吧？他就是那意思是表示，你我得靠后头的下，啊，完全是一人把持，这个在现在的脑子一人把持的，啊，那么他后来就是这些年来的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打破国企本身的盈利，甚至是解药的、解快的、外商设立消灭国企的，有人就声称国企什么时候、国有企业什么时候该咋该好了，国有企业该没人该好了，没有人该好了，这么很明显，那实际上就是。都是有秩序道路，是吧？还有中国当代一些外地改革就是自由化，因为我的研究发现呢，从大部分来讲就是自由化的，就关于你什么时候做，去就是去年的这个今年的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当时这些报告是今年，就是去年的前年，少了1/10的百分百分91万，就是按照他这个报告来推算，平均一年新产生最少100万，这是真正抓起来的，跟监狱里的人，这个没抓起来的。包括上这个习近平、郭德纲
到二战的初期，我们这个对卖书不卖钱的材料，就像中华法师当时的美国在押人口被挂起人口是150万，我们中国当时也是150万，大家想想我们是那时候就是世界了，他是两亿，我们是五亿人口，他是150万，我们世界人口是150万，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啊！但是一年谁他是150万，那肯定在押人口，在押人口是150万，一年不行就是100万，这一万肯定不是，都是一年不行的，知道吧？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社会制造的反对，是社会让你去抵分的。当然，错的一个社会已经反对，不反对，但是抵分的社会，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段时间反对你那么低？尤其学校有些教员反对那么低，这是你当时的身体还重要的问题啊。集体经济没有，基本上没有了。还有的还有说南开团，是山东南开集团，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啥都还不是国企经济了，是吧？稍微多一点资本外的，在座的多个资本外的举手吧。我想，就是说这个多个资本外的具体搞一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哦，不是吗？哎，北京打这个打下的20多个人，我说如果说咱们家当时打对客的人，他们他妈的经济问题，他妈的是看经济问题，如果说问题说，以后包括我打的，我们在这里这个5、6个是我怎么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是怎么样的？只有通过这方面的第一卷、第四卷，他绝对不会仅打生产队的。他说：“协作，协作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最好的、最基本的、最终的一种方法。”不单干，那他马克思讲：“协作是起码人在一起工作。”啊，他有这兴趣提高，他自己一个人也不要了，是吧？我还基本上是大干，大干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投，可以抢，可以撒钱，别人看不到你，而外面人看到你的高大上，为什么别人不好发现呀？那集体经济，那是干什么的幸福啊？透明的，下去保护隐私。我说现在老百姓有什么隐私权呀？老百姓说是没有隐私权，只有他的政府有隐私权。真正的所谓隐私，那就是他们真正家里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是贪腐的本事，他们有颜值。你不是很讲这个道理？这个我们要公布家族财产，这个不能出现错失，但是这个法律支持不能制定。你共产党员，你做个家事你还说一下吗？对吧？那是有来路不明的财产，家族的人的财产。这样发展自由制度，关于私有制、公有制的问题，咱还清楚，对吧？共产党就是搞共产的，共产主义也是共产的。你对私有制那么理解，你还什么共产主义？你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对吧？我们第一下来主要是谈到关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于私有制、公有制的论述，对吧？来，他这个实际上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这是第一篇。第二
这个就是为头脑高人选中，他有能力，我认为不但有罪，而且是有功。这个功劳肯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那么这里说的什么行为？我是叫天机陛下行为，在法学上，在我们法律里边，在刑法里边，什么叫天机陛下的，是吧？是采用随着一种方法善意方法，以谋杀的一种方法善意。你这个善意是合法的，但是为了保护灵肉，我要反杀你啊！这个天机陛下，好，你说的有点，那还有实话。但是呢，我要就这么容易不报，你这么容易把你背出来之后给你砸碎了，我就救这么容易。那么你这当然是合法的，但是为了救这么容易，这是更大的合法财产，我这个天机陛下。这个通高公人选中，他是天机陛下。为什么呢？我通高官僚财产受到威胁，我通高公人的劳动权受到威胁。你蔡国权来了以后，那么坏，那当然不让你啊。有没超底下有没底下有几个人有几个条件上班作业？有没有超过这个选择的？我说没有。正好把这个蔡国权这个奖励大把他给压死的时候，那么今天是官僚的下午，你用这个最终找用户解除了，对吧？还是暂缓，对吧？通报公安是聪明的，极其智慧，不敢暂缓，暂缓把我的吃的一又完了，对吧？这帮外国人最后全部你一看我一脑后满大的，那么他不是随便打人的，有的说那他随便把人打死的，这哪是随便，这个肯定不是随便的，那么他又把国家财产他侵吞，他又把我们劳动权有剥夺，有没有受伤吗？我们他也是的，就是不让他，你说出来这是对吗？没有罪呀，对吧？不但没有罪，对吧？我认为但是加油为什么当你们受到国家保障了，你后面考古你党的书记应该知道带头话的，什么时候来自己抓来了，不是他们不是国家的你后面国家都不是全中的利益啊，他不是你们后面国家还把我们的这个利益啊，你怎么去抓来了，对全局性事件要进行经济分析，不是老总的那全局性事件，是吧？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犯罪？我们要犯罪三个特征：一个社会危害性。行为对象有个特性，第二，这个第一是犯罪是有严重社会危害社会的行为为依据，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二个有刑事违法性，是他这行为呢，根据社会危害性。但是法律上的规定啊，那不是犯罪，有非礼处判，有违约，当然也可以判处判处这个定罪啊。但是法律没有规定，他判就犯罪了，他没规定。第二个，第三个呢，有社会危害性，有刑事违法，有法律规定，但是呢，他不受惩罚，那也是犯罪。
就是外形要太轻微了，对吧？但还有严肃刑法、惩罚性，这三点构成了这个受法律害。当然，法律还有它的构成有四个方面：法律科技、科法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对吧？这都有的，是吧？你的上半场，但分析一下。国外选手包括的国家财产增加了国家税收，夸大了国共经济和公共财富，那社会危害啊，社会有利性，不是危害，是有利性。第二，维护了千万劳动者的劳动权，拿定了人心，买定了社会，加持了厂房，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谁的自由啊？我的自由啊！我保卫
只需要用自己负责任，背起孩子取下这个就接下这个传下这个孩子家庭的案例，他儿子都不让把他赌的房子给他卖了，卖了没有装完了，这就把他告诉哎呦可以有院子有集体有互相加入居委会，他就在这上了，现在还说这个七七八八的他老了他们还是拐人都拐走了，但是有人要钱了绑架了，有人告他老了他这个外星绑架走了以后呢跟他女儿要钱，结果呢女儿告到公安局了，结果把他老了绑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基本一个人都没下第二个，就是只有二两货出家了结，他这个社会人，他这个企业这个的手机方向和道路，在西方来说，但是是吧？这个他自由放他自那么猖狂。后来听说寿康有路，知道吧？但寿康有路，那他也得吸取教训，知道吧？原来在那个地儿看过去，对吧？他首先他没法子，这绝对没有法子的。这一个没法子的是共产阶级，是国内阶级，对吧？他把问题的对边去，他不再找到苏联方面来了，对吧？你看看我先介入以后，七秒钟，加入七秒钟，人家眼睛在这个高级这个多少个家里那个新房子，不也就上个岗？把设备卖房事了，现在你看县房部到处都是监狱山崖，谁在他呀？毛主席活的是毛主席什么东西？几十万人在天安门的，他要先护士下去就六百，把政府的东西吓坏了，跑到哪里去了？人民领袖和人民的领袖他害怕吗？第三个，对劝说工人阶级当是好榜样，当好的榜样，是吧？但是呢，来说进这个工人群众，通过工人群没有对，那么到底谁有对？谁是该认罪犯？纪念性国的名，我的想法是纪念性国的名。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是违法侵权了，我说话。中华人民国宪法第九版条款，七条国有资产管理有版条款，工会管理有版条款，劳动法有版条款，工资法九个法律。你跳吧。第六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他不违法，这违法侵权规定是犯罪呀，对吧？犯罪是违反了刑法规定的犯罪。那现在呢？你吉林省管的你违反了刑法，违反了。就是社会国家公安机关都在那个滥用职权，或者滥用职守，这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当中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纪念性国的为什么不是第一次建筑，就是国家公共财产当中的三金，我的情节不是一般的严重，特别严重，应该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么假如去看他自己骗亲兑现了一个聘雇资产一个公司都建立聘雇是吧，在这都有事实是吧，那么他有这个假如去看有伪造费，当然他也是罪犯，而且那种高仇大恨了，第二次见第一次见伪造费事实说明第二次已经招手了犯罪，为什么招手犯罪记住了干脆有点硬了，那么可以说我会以动力增长了，那么不是事实了，招手犯罪了，只不过通过公安阶级抗议就是想他没有事实重要，就是为非第二次犯罪为非，不是违法罪是犯罪为非，第一次建议说是犯罪事实的是第二次犯罪所以两次呢都是犯罪，是接受官司是真正的罪犯，但是这一个两题呢就是还有四百块钱资产税是吧，还有在定还有你有这个有这样的狭义是吧，这就是谁先开的和保护单子先开通报的社会的时候是缺大面就是这个财产是接受官司和假如报告报的，第二是谁给的和保护单子是给的通报的社会性质是接受官司和假如集团报告的家是谁曾经并且保护单子之社会主任是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改变人民那种专制的国家性质，又是加重集团和吉林市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危害性特大的特殊类型的犯罪。什么犯罪？我自己认为，目前我好发科技，尤其新发科技，没有打入自己的视野，没有进行任何压力。一个是公务和资产优质的这样的案件法院一定会受理，法院会不受理是什么律师是哪一个理念我不清楚，不但不受理，而且大的通缉我们协法的记者更加好的为啥说是很特殊类型的犯罪呢？危害性最大，这是哪里呢？它和原来1997年的刑法修改规定单日犯罪不一样，它不是一般单日犯罪，那单日犯罪明确还有有，是吧？它的根据在哪里？第一是地方当国家发展计划的领导人以积极的名义参与其中。说的是国家领导当国家政权国家机关他以积他的领导人积极的名义参与说积极性关注于犯罪，这个也包括了积极社会和积极性政治，我们下面是这个要有系统可是系统的对吧，激烈性官司为没有激烈性到底和政府的支持他自己他不会拿到的，这就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是什么呢？有地方官方国家机关当时权力行使违行的感觉，因为他这个政府的进入他有不同意思啊，对吧？有地方的做出的权利行使，对吧？那后头完事啊，既然缺乏多数来检验你行为是不当，说不因为行为犯法的行为，可以说这二十来年，只要你犯罪，一般人都不认为是犯罪，都认为是不应该，不对。
枪山头一个来的，是吧？因为我们中原人民共和国来的，曾经关一个这个大地，大地说有老家山东淄博一个工厂厂长，工厂国有企业，他有自己自己组合的私人工厂，他把他们些的资产呢，都偷偷给转到国外了。但是这个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六七年这个结果了。后来拿出来人又来了另外一个，是河南内蒙的。哎呀，多呀，都是这样，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有活体的，就认为就是没办法啊。实际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种犯罪的主体不是很明确，而是涉及多人，刑事责任复杂化。你说我是今天是和我的大队就把我的主任给放出来，没问题，他也不是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它都搞平等交换，这资本主义国家它是市场以外的，离开流通领域，离开市场领域的国家，这是上面平等交换的，您这是公共平等交换，在哪一个社会里都是不对的。现在在非市场不平等交换，这个企业办得好好的，我就给了你了。中期当总理的时候，就是说哪里是这个买呀，是大卖大送，简直是送，那为什么送给他，不能给别人？矛盾就在这儿，凡是从中实现或者事后原则以后得到好处的都是罪犯，都是犯罪行为。毕竟我刚才说好的就是好的，好的哪样，但是这个工厂是平均成了负资产了，都成了负资产。我们是中国最糟糕的是最坏的经济现象，我工厂上的设备，这不是房子有地，对吧？有那些工人，他们给了工人的工资是负资产，最后这种犯罪越来越大，让人追究起来二十块。我自己琢磨，我自己考虑，从这个国家来说，从宪法、法律、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没有漏洞，可以说漏洞很小。漏洞在哪里？漏洞就出在国务院。国务院的分工达成流程，国家好的这些措施都是被资本主义腐蚀。我们人有的国务院。一个牛公园有六年冬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六年冬，我们族人给加工几斤，这一次大家再给加工几斤，不花这一千来米，是吧？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相当不错，是吧？他在一个在工商界写一本书里的前言里边，说的民营经济原来南方。设备书记要放闲、放收、放单，哎，他除了单放以外，他加上个政策要放宽。那比起看列宁当时在前进政策的态度，他对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实施期间是政策放宽的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行政部门，还有一个国家的这个财产的掌握，不应该是国务院，应该是全国人大，这是我们的工作。
尤其他这个千万咱需要是分头跑路是有罪责的。是毫无道理，是吧？社会和事业是对立的，我们建国以后把我们生的事业是最重要的任务，加上这么多的事业人口，事业和发展是连接下去的。他们为什么这么难搞？就是依靠事业搞的。我不知道，消灭了共同制，变成自由制，逼压到我们大量的实业。哦，两句废话，啥意思？这是你搞的吗？你是你现在你哪里搞什么二手栽培呀？把大头钱给栽大一点啊！生产资料栽培，你没有生产资料，你谈栽培吗？我刚听他说现在人事和成本这类法律的，我也没有这么点。因为这次大会危害性，它呀，不是宪法规定的改编制度，直接破坏和改变地方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的制度，破坏社会最基本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成千上万劳动者包括劳动下层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破坏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乱的重要一步。所以说危害性，所以说这个战争法比较紧张，来特别危害。第二，涉及这类法律的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引发的干部是有漏下问题，实行不耐心问题，只要耐心脱口表示改正，不在干部坚持就脱口露馅，可以不追究是刑事责任，只是事实和情节与当期证据出牌，但是特别干部绝不能提拔重用，而你提拔重用者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山东原来那个中城县县的书记叫刘光，刘光发明了农村自由化的刑事公办制，当地山东老百姓叫做刘。不但没有受到批判抵制，而且得到赫赞，现在他们是赫赞首位书记吧。拼命搬运疯狂搞自由化的提拔重用受到重赏，而抵制的算是他一个冲击，这就是现实。第二，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监察机关应依法严肃谨慎和专业的追究那些以该制为名而受贿贪污和捐助过多利用者。一些人们现在还可笑的，就小搞的反贪剧，连中央党报局是中国特色社会的中央党校参考办案经验，在资本主义办案经验连社会最小。那真的呀，就是搞了三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不是相关和资本主义办案法的好，当然不是说香港办案有它的前面。但是我的一个学生就是在上方办案，是吧？在上方这个大法官，是吧？他办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涉及大陆的大案要案，是吧？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办案机构呢，小路是可以的，小路进手经验是可以的，我们抓来找你来，抓来学习你的经验。整齐把关系有问题，就说明你连资本主义的办法也不如了。他能说明什么？现在为什么国家的集体财产不通过行政调换就发生
为什么我下来这么多的报告？为什么我这部下这么严重？哎，少数干部将该自以身功背负之重的待遇，不愿意惩治这类特危害特大的罪犯，还谈什么法治和依法治国？当小官吗？再说赖亚夫命令的确实是法律结合上个进步，这是九七年了，四多年了，但是收获并不理想。公司人员还差三个法律出台快点啊！这里大家说一下，我们中纪委是很支持的，他们的搞的也是很积极的，但是一到朝代的时候就发生问题，就是制定发布那个五年规划的时候，那写了很大很大的，他后来就不见了。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我们的使命。对，这个我以前没注意，以前我把自己写书、带回来教书，有的时候呢来不及看，我看的对，这样我就看了吧。这个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化学家、资深教授高明轩和武汉大学的马科长主编的《新化学理论》。他这里查到的答对，这里大家仔细研究一下，确实我认为高明轩老师和马科长我都认识，是吧？这个高明轩老师和我们今年北京六十个人，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因为法学会成立以来三十年，就北京市法学研究突出贡献者，是吧？这个高明轩老师代表大家讲话。是吧？马科长也是，武汉大学的著名的新华学家，他要求编的新华社里面明确的写到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写到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什么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危害。在社会上有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性，所以犯罪的本质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与社会。这这也就能给国家八个方面大力客气，我和刑法用室内犯罪就室内同类犯罪，第一类是这个国家安全罪，是吧？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吧？然后从严重到比较严重到最后最轻的，是吧？最后是卷人犯罪，是吧？这样呢，这个问题的指出，刑法危害的任何一方面都是对我国社会与社会关系的侵犯。这一句大家能理解。当代中国的犯罪，什么犯罪？对社会与社会关系的侵犯。好高骛远，维护的正是社会与社会关系，怎么叫犯罪呢？你财官权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那怎么？你倒是正确的，这是天大的笑话呀！社会与社会应该受社会化，应该受到保护。相反的，资本与社会化才受不到保护。当然，他资本家合法经营，守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到保护的。他违法了，你还得保护他，啊？立场问题、概念问题这样，啊，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妨害我国社会严重社会对道德权利权。当然，啊，如果是看到犯罪分子给每一个人民的感染导致这样的灾害，而看不到犯罪总体上对我国社会对社会关系危害，是不可能改正认识犯罪的本质的。
我说那个汽车是翟振武以后向我们上关系的，是零零后的，不但是公安局通缉他，那些公安局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啊，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包括哪一些呢？第一，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大的方面，我们讲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是人人身价比，形成他一个有买关系，他有他要买。政治关系，工业是平等的，在劳力商量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冲突的。目前在退了休了，他这个大方谈话，他有政治就表态，经济方面有这个态，而且他搞得好，他表态，那个外方的从一方面的套路，他看他信实和信任的标准是大家有利。天大的小什么是实质，什么是实啊？要求社会主义在说什么？要求社会主义？我都需要教育，我教员都看出你超过了，水平太低了，不是一般人低。那就学化正义，什么是高水啊？高级水叫高水。除了罗素
罗子和杜威来中国是第三个来中国的最高的这个学者了，吹牛吗？最高没有骂的女的高不到哪儿去，最高的是骂的女的，是找着骂的主意的，真的是那是真高，但是也从来不说我高我最高，对吧？这女的呢，一是一方大曲家，你看在家是寡人是有慎重，一定压到安心哪天打了烟，就是压住和卡了个膀子，实际上敢非把海给勾掉，就是下阵下方的下阵的阵。有这个朋友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讲下这个老活嘞？”不好好学的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强调抓阵而强调下阵呢？你仔细找这本书看看，他下阵的目的，下阵的目的就是带领人家这种抓阵的，有个夺粮制、议会制，共产党的下台。你共产党在台上是搞不了下阵的。真正高级我和你这个政治制度还是历史很显然的，那天让他这个杨中山部里来军训到了，结果你写了篇文章对下阵提出批评，这是对的，下阵什么下阵呢？是吧？其实下阵说白了，这个百人在班上所讲的是立下阵旗，是你整个组织形成正旗，不是活旗，哦，整个怎么组织一到下发的都是那个下发规定的越细，这么下阵他不要报，你想把你关系给你变更了，对吧？第二，党务制制度，从家或者恢复国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党务制制度，因为都怕大事，终于有一定大事，你承认党务制，事实就这样。哦，你看这个人数，一个是申请啊，我们不叫申请，面临面临就是适应，是吧？这个人数已经大大超过这个关于企业，所以就是有一些大事，当然就恢复，是吧？再有看到这个我们一些学者啊，是吧？像这个也来到这里话，发现下边的啊，不也？但下边是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啊，对吧？你怎么改怎么改，不能把公有制给改了。后来建立了八大要，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叫固本制。我说不是公有制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复制的有益形式叫固本制，不是，它是公有制。三年的国家的规模大，这还管不管这个来实现形式，是吧？对，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政府是人民政府，所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都与政府是人民目标。下面是人民到底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答应啊？这个人民指的是哪一些啊？有没有我人民？有没有你啊？有的人说，人大开会，全要开成人大开会，就是花上学的有大会。真正的地下的工人到底在有多少？有一个大户，一个大公主，一个女的，好像是一个大户。是吧？问题就在这里，是吧？这个我想呀，这个还是最后在一福建考虑都当时的全领导下，我这样是正确领导下。你正确的，不正确不行。我这个脑子考虑你正确的，我当然要要积极向上。你不正确的，不行。那我就机智了，那是当然是傻的，哦，他这些勇敢大力和努力巩固巩固社会社会关系，重建和恢复国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吧？这个我想对这样设想，但是我过了你
是小方或者先哥，肯定有错误的地方。这个有的领导下属干，你是真有干的，我是真要放下来的，我自己立，自己努力尽力，要按照马克思的主义，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规范主义的行为。到只有外界的方形象，他是那句话，他说是什么？到那个方向怎么说？什么纪律多呀，包什么小话？我真正信奉的是他们，没有共产主义，他们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错误。那我们解决，那我们看你说，是他们自己讲话，他们是资本主义讲话，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是抓改的，是阉割的，是颠覆，是我们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还是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维护毛泽东等于人民的地位，会尽孝